老爹，你在看调子啊？对啊，啊，这些都是刚刚缅甸到的呀，就是那批好一点的那些，咱们看啊。最贵的那一个是哪一个？啊，最贵的三万多的那个。这个，皇家绿这一个。这一个。对啊。看看。很蛮有味道的。是。这个呢，大的那个呢？这个三万的那个嘛。这个也要三万。对啊，你不要。看起来是什么样？跟那个差不多，跟这个我们平常买的几百块钱的那塔玛坎差不多啊。这个就是900的啊，啊？怎么区分啊？怎么会价格差那么远？哎呦，因为这个东西啊，它是有分那个种的嘛。其实很多的，新学的朋友他也是不懂啊。然后我今天顺便讲一讲嘛，看讲一下这个种嘛。我们首先来看这个，看这个几百的，是吧？你来看看是不是差不多。嗯，看起来是差不多啊，嗯，表面看起来差不多是吧？对呀，啊，不过这边这个的话，还是看起来没有这么油腻感，没有，啊，这边好像这边的。那我们来看看，因为这个雾层哈，啊，是差不多看的，因为这个颜色稍微淡一点，你看这个地方雾层你都到里面去了，嗯，是吧？就是里面的肉有点露出来的那种感觉，就是雾层薄，看到没有？它这个有点黄了，是吧？就是这个雾层就薄了，还有一个我们仔细打灯看啊，你看这个种水，它透的是多少，是吧？一厘米哈。嗯。那我们来看看这个，看到没有？这个应该有两三厘米了啊。对啊，你看这个，啊，就是差别就比较大了，是吧？这说明这个种啊，种水好，比这个要好。啊，还有一个，我们都知道啊，你玩石头嘛，最终还是要切这种的啊。是不是啊？对呀，最终是要这种切片的呀。哦。啊，所以的话，你看看这个，这个取料，这个的取料，你看。可以切个三四个吧。它不单单是切三四个啊，你看这，它可以取个大挂件嘛，对不对啊？大牌子，然后这里可以切很多的片料，所以这个取材率高啊。你看像这种一切一块的话，目前市场上的话也差不多要2万左右啊。嗯。是吧？所以这个三万的还是很值得呀，是吧？还有一个，你看这个料子，它切片切不了，哦，切要么就切出来小个小个的了，像这种小个小个的了，是不是啊？像这种小个小个的了，对，小个小个的嘛，好像就感觉做不出那种不成器那种感觉吧，这种做小一点的挂件啊，价值就低一点，是吧？嗯，所以一个是种水的问题啊，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大小的食材的问题。上一个雾层其实也有关系哈，这个雾层厚啊，这个薄，其实你看着差不多，但这个种，这个就是硬度，你看着明显会好像感觉会硬一点啊，啊，摸着的话，啊，它会感觉会给人感觉硬一点。还有一个就是，达玛坎嘛，你看除了这个种水啊，还是有这个特色了，皇家绿的，是吧？因为这个行业里面呢。玩过一点的都知道，黄金绿的现在价位冲的比较高哈，一个挂件都是几万块的。对啊，啊，但是这个你看它取材就取不了片料啊，但是你切的话可以切随形做两个，对吧？做两个，啊，这种的是因为带了一点绿啊，带了一点绿，头上带了一点绿啊，价值呢就高了。如果它不带这个绿的，可能也就是万把块钱了。嗯。啊，因为这皇家绿啊，它你整个两个颜色凑起来比较难得的，你知道吧？而且这个种也老，这几块应该是便宜的了啊。这个也不便宜哦，你看看这个，这个也不便宜。你看看，哦，一灯透了，这多少两厘米、三厘米了。也是绿绿的，这也是皇家绿吗？种水好啊，你看，哦，这种水，是吧？对对对，这种水，而且纯度也好，哦，对啊，很干净的感觉。你看这个灯的荧光度，你细看一下，对，是不是啊？所以这个肯定就是，啊，你看这个也可以切两个了啊，这个是1万左右了，这个，嗯，这个是可以切两个的，啊，你看便宜的有便宜的，人家这种就便宜了，这种就是形状没那么好，打灯看，这个切开了的哈，这对这个，大扒皮了，啊，这个是500块的这种，你看，啊，飘了一点还飘了一点兰花。几百块的，就是这个可以做一个随行的一个皮丘啊、龙龟啊啥的，嗯，啊，形状，
这个也是啊，400块的，你看，这种就水头就没那么好了嘛，是吧？嗯嗯，看起来没有那种油腻感。对，油腻感没那么油腻感了嘛，这个稍微有点干一点嘛，哈，稍微有点干一点嘛。你再你看用手搓搓，它就是嗯，没那么有油性的感觉哈，嗯，是吧？对，像这个就像盘了好多年都包浆了。对。啊，所以这种呢，所以你看它的那个价值的区分哈，其实就是这样子了。一个呢，我们要看这个色的纯度，是吧？做货的话，太多杂质了，做出来乱七八糟的也不好看，对不对？所以的话，我们玩料子呢，也考虑了做货啊，然后考虑了这个料子的价值，综合因素考虑啊。